就是您正好看准了某样东西，想要去买的时候，自己手头刚好不富裕，女士帮了您。她帮过我了，哦，就当时您收藏的这些钱是女士支援您的，是吗？那小部分。所以您很感激她。那这应当从感激的心情去对给人家吧。虽然说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但是账必须要给人家还清。哎，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我特别赞同啊，也特别佩服您啊。您愿意把这笔钱还给您的前妻，我觉得特别的应该，而且也是我们非常鼓励的。这东西分在哪卖，分谁卖，东西分谁所有，那我买不是那么贵，而且这个东西的来历我知道。那您当时这些收藏品啊，都是怎么收来的呀？我一直从事工艺品销售。您就做这工作的是吗？工艺品销售呢，相对来讲对艺术的东西有自己的看法。那您最早的时候是怎么开始收藏的呀？我八几年就玩这些东西，我不是行家。那我挺纳闷的，您怎么把这些好东西都收到您自个儿家里去的？这东西缘分嘛。